是还是有特点的。怎么有脸啊？哦，有相声师。不要模仿我，谢谢，请你不要模仿我。杰哥学一下。好，学一下这个。先生，你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磨皮？这是看得到的吗？我们其实可以，它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把它关掉了。那就关掉了。关键是没镜头进啊，这后面还有一个，哦，藏得很深呐、啊，小伙子，藏得很深呐、啊。洗手间里面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我们可以跟叶星老师说一说，我们跟他合个照吧。不要让他不要那啥，让他不要收我们手机，让他跟节目组说一下，怎么样？哦，上去就跟叶星爸爸说，叶星老师，你可以跟我们跟节目组说一下，不收手机。你玩可爱。一星老师的白板上面拿的是我的名字，恭喜你成为最后那几位。又没有信号。是的，我昨天晚上打终结者，打了。哇，打了六把，吃了四把鸡。对，这么强，打六把吃四把鸡，太强。看，第八，好吧，四把，还四把呢。啊，一把四把，两把一把四把，三把两把。这是不是可以算？帅呀，我觉得挺帅的。在厕所拍的，拉屎的时候。哇哦！帅不帅？拉屎很年轻，还很正经。哇，太帅了，万人爱，帅了很人爱，什么帅了不留彩，不展情。我太帅了，万人爱，太帅了。觉得自己瞬间有变成一个有钱人一样，哎，有目的不同啊，兄弟。为你疯狂，亲爱的母亲。啊，各位，这一段绝对不剪。收一下我的手机。
Why? 垃圾。Why？ 我怎么 why？ 现在就是 why why why， 晚上会有会，找谁还呀？我晚上就得收拾房子，拖拖。这个不想说，人家笑着，现在已经在骗我。我们会跟张艺兴老师说，让你们把手机。你名字是谁的衣服？这是我的衣服，我的名字叫做小伟。对，你要不要？小伟，小是大小的小。我也是要摸饼干的肥。你这要自己写自己。他说我要找工作。